郭子峰。郭子峰，你平时中意做咩噶？我最中意就系温习。你咧？我世界上好多嘢喜欢噶，例如同哥哥玩啦，同哥哥跳舞啦，同哥哥画画啦。但系我最喜欢最喜欢嘅嘢就系咩啊？咩啊？就系食嘢啦。其实我都好中意食嘢噶。我哋不如睇下我哋班嘅同学中意食咩啦。Happy， 大家好，我系陈仲仪，我最中意食嘅系波子汽水，望落去系蓝色嘅，食落去系甜甜地同埋甜甜地嘅，好好味噶。大家好，我系一支 B 赖柏儿，我最中意就系食饭，因为嗰啲饭会好好食。我自己可以吃到一碗饭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雷子轩，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是鸡翼，我妈妈整日都会煮给我吃，大大都很喜欢吃。大家好，我是马超福，我喜欢吃是苹果，因为呢它是很好吃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郭子峰，我最喜欢吃就是西瓜，西瓜又大又圆，我下次成日吃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曾慧，我最喜欢就是丹文丸，因为嘴有营养。你们好，我是袁子峰，我最喜欢吃橙，因为又甜又酸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宇石啊，我最喜欢的就是朱古力，特别是曲奇蛋啊。大家好，我是 1GB 的吴明娜，我最喜欢吃的呢就是寿司了，它的外形呢就是用紫菜和饭包住，跟住我最喜欢就是同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。你们好，我是何月生，我是赵莹。咦，这两位同学和连老师一样，一个就喜欢吃咖喱鱼蛋，另一个就喜欢吃苹果。不过同学，你们又知不知道嘢食怎样吃最开心呢？没错啦，就是和你们的家人一起分享。自己吃得开心的同时，都要将我们的快乐分享给其他人。